们觉得也都是残废了。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都没有弄过这些个东西啊。老美可能就是好奇吧，这些个都是什么东东。嘿，评论的说了，中医在国外火，但是在国内的1450却在骂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脑残？那告诉你为什么，你也弄不懂为什么。就是完了呗。